你知道六缸的宝马5系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2018款宝马 540X Rare 四驱，今天看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3.0T 直列六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40匹，匹配 8T 变速箱，带四驱系统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4.73 秒。这车已经解除了电子限速，我们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时 12.88 秒。车速表到263就不动，GPS 车速还在继续增加。前面车太多，最高车速暂时280，你觉得极速能到多少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